The Big Van.反應先，俾啲掌聲睇下先，睇下正唔精神先。係啦，咁快，慢慢培養緊，值得得先。我想問下呢度係咪大家都中意聽廣東歌啊？你啲聲嚟聽下先。啊，犀利喎！嗱，其實咧，只唱廣東歌咧，係我啦，或者我一啲團隊咧，自己喺度喺温哥華推動廣東音樂，推動香港文化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咁樣啦。咁我哋除咗做廣東歌，做啲廣東歌嘅 show 之外咧， 我哋只會製作廣東歌嘅，即係頭先入場嘅時候咧，我哋喺呢個speaker聽到一啲咧，就係我哋自己喺温哥華製作嘅廣東歌。咁咧，希望咧憑住我哋呢一顆咁嘅小小嘅熱血咧，就將我哋海外華人嘅文化啦、海外華人想做嘅嘢咧，同佢音樂咧，去傳揚出去，同埋將我哋香港人嘅優越啊，喺海外更加延續落去咁樣嘅。大家贊唔贊成先？係啦，事不宜遲啦，事不宜遲，我哋睇一個表演單位。 嗱，唱廣東歌唔一定香港人，佢嚟自廣州嘅。我都有睇你嘅 YouTube， 佢今次咧有一啲係自己嘅作品添，有請詹正平。多謝曬，我叫詹正平，咁我嚟自廣州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會唱五隻自己嘅歌嚟嘅。咁啊原本交嗰陣時咧就諗住就係唱一隻 cover 啦咁樣，但係發現自己好似唔係好得唱 cover， 有啲難聽。 咁啊，唱晒自己歌，咁都好多謝 Chris 可以俾咁嘅機會我喺度唱我自己嘅歌啦，係啦。作對象越要太認真，衝出黑暗原路被困，點燈人也為你心生不平。咁啊，第二隻歌咧就係、是。 係我寫俾我仔仔嘅咁啊，咁啊舊年我翻廣州嘅時候咧，就隔離嘅時候作嘅咁啊呢隻歌，咁我生咗 B D，唔係我生，即係我太太生咗病之後咧，就發現咗同個小朋友相處咧係好重要嘅，喺佢人生有一個部分裏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嘅。咁啊，我發現咗陪伴啊係最緊要嘅事。咁我舊年因為工作原因都要翻去廣州嗰邊。 咁啊，所以缺失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就有感而發寫一隻歌啊，叫《一走了之》啊。追逐活着意义，半生里奔驰，却因我所持，竟背上帝物名誉。一天一走了之，任我的眼泪多真挚，任多。 跟住只歌咧，我好中意睇電影嘅。咁啊，呢只歌咧係講一種職業，咁呢職業咧就叫做以前咧即係解剖屍體咧係一個係禁止嘅一個行為嚟嘅。咁但係咧，因為要推動呢個醫學發展啊，咁所以咧就會有啲挺而走險嘅人咁樣去黑市度去收購呢啲咁嘅屍體，咁啊衍生出咗呢一種職業啦。呢種職業咧，我哋美其名曰。 掘墓大师啊，咪就话呢只歌。到时病到死，因不得上告，谣言散布，神圣之人类太恐怖，解释不止一套，是时候控诉，死者要知，皆在一坟墓。咁啊喺我乡下唔乡下，喺广州咧，即系我由细长大玩嘅地方咧，就。 我喺嗰度讀書嘅，咁就有一班咧係我啲老師，我印象好深嘅，有一班老師啊。咁啊，佢哋我細嗰時候上課時候，全部用粵語嚟到去上課嘅。咁啊，大大下之後咧，就發現呢一批老師咧就換晒講國語啦。跟住再大大下之後咧，就發現連啲學生都換埋講國語啦。咁啊，我舊年翻去之後咧，發現我城市咧真係轉變好大。咁啊～
我唔認得路啦，已經咁有時候去一個地方，咁咪我試下問路啦。點知問路咧，我用粵語問路咧，啲人聽唔明啊，咁咪反而要用國語去問路，係啊。咁啊，點解會咁樣嘅原因咧？咁其實係咯，點解會有咁嘅現象啊？好多咁嘅原因造成嘅。咁啊，其實我想講咧，呢隻歌叫做《離人》，係寫俾一啲為粵語歌啊、粵語文化作貢獻嘅老一輩嘅人啊。咁啊，喺最近都好多音樂人離開咗我哋，咁啊，而呢隻歌咧都係諗住寫俾佢哋嘅。咁呢隻歌叫《離人》。我看見世界發病了，如塵如煩擾，遺留一點小燭光正在融掉。許我在這處犯禁和偽對等，卻碰見上帝賜我遍體兩間，親手墮入大時代，空手步入無原來，填埋我這火空腦袋，塵世事越活越無奈，死守浪漫亦無愛，傷口地上斷人在，為何要重伤这片海，直叫人羡慕来自国相爱。咁最后一只歌咧系讲挂住屋企嘅，咁呢只歌叫《回家出走》。咁啊，我父母都仲住喺广州，咁咧有时咧，因为呢个疫情关系，我好耐冇翻去啦，顶系啊，所以都几挂住佢哋。咁呢只歌叫《回家出走》，系啊。放入大门内，愁容处逆境之内，茫茫人海多少转变，存在到后来，谁人有故事在期待，谁人处旧址等待，房门再开，我们合照返回，谁可一不再。好多謝嚟電台啦 ，fan 我哋都成日播你嘅歌啦，又好 support 啦咁樣，所以大家喺唔同嘅範疇，喺唔同嘅位置裏面，都不斷咁慢慢咁推動廣東文化、廣東歌，咁就 perfect 啦咁樣啦。好，多謝曬大家，多謝曬 Jimmy。好，下一位表演嘉賓咧，佢叫做啊，佢名有啲難讀，叫 I was seek， 其實 I was 就 I was 啦，佢後面多個尋找個 S E E K S， 咁咧個小女生嚟咗加拿大八年啦，自彈自唱喎。好，加台俾 Iris。代价高，仍爱你。曾经荒谬闯荡而嚟，仍未妄想恋超出烦恼的禁忌。是世上人不领 ，I'm ready to go。心声都不可细数 ，Oh tell me baby where did you go？好的
出發。好，多謝曬。好，下一位主嘉賓咧，佢哋咧係一個組合嚟嘅，一個叫 Agnes， 一個叫 Justin。人群裏為人群過濾，逃離中有逃離空虛，時而走近，時而遠去，誰散於聚，都居於心裏。紅塵漂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誰還是？唱《See All Star》嘅《留下來的人》，咁呢首歌亦都係同 Alice 一樣啦，都係感受好深啦。尤其是身邊有唔同朋友嚟嚟走走，可能畢咗業之後又要去第二個省度，可能有啲朋友又喺香港過唔到嚟咁樣，所以都幾唔開心嘅。但係聽到之後就好有共鳴。咁我都係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唱歌啊，所以有啲緊張，多多包涵。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来和点，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一生不应该活在现在，挂念会美化了错爱，永远受害，受罪你像哲学精彩，说已很难无可奈。层层找找，为何都找不到？为何有望尽孤苦的单数？合意的永远最难拥抱，未见到答案的倾慕。好，唔該曬 Alice、Justin 同埋彈琴嘅 Kimberly， 多謝曬你哋。今朝答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咧，就我攞到我一件 T 恤嘅啦，我都係答唔了，其他就兩件 T 恤啦咁樣。嗱，識答嘅請舉手答就得噶啦。咁咧喺呢一個節目裏邊啦，我哋將會就係剪輯咧就擺上 YouTube 嘅。咁擺上邊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咧？咁識答就請舉手。我係 Queenie。哇！咁啊，答案係咩咧？The Big Fan 啊，真係死咗 ！subscribe 咗未先？我即刻 check 下你。係 subscribe 先，好啦，介紹俾你先。你同你男朋友可以 share 唱啦嚇。咁咧 YouTube 咧就可以睇 The Big Fan 啦，咁聽收音機咧睇 Mini Fan 啦，係咪？咁樣啦。好，第二件問題啦，呢件咧深色啲嘅，顏色同我而家著緊呢件一樣啊。可唔可以講下嗱？最近咧有 Back to Pop 咧就做咗首新歌嘅咁啦，咁咧係由 Swing 其中一個成員咧阿 Jerry 佢主唱嘅咁樣啦。嗰首歌個歌名叫咩名咧？係咪深少少咧？快樂我 Happy Me 啊！轉你啦，搞到幾尷尬，真係我哋做得唔好宣傳啫。好，多謝曬。好啦，咁咧呢件 T 恤咧就係抽唔到唔緊要，嗰度仲有 booth 可以賣嘅咁樣啦。好，咁啊繼續咯喎。下一位嘅表演咧，就係 Daniel 同埋佢嘅 partner Fiona。眉目裡似哭不似哭，還祈求什麼説不出，陪住你輕呼著影院，到唇邊講不出滿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各种不接触。
谁又会是我演得更好？我見到有一班係應該 high school 或者中學生咧喺度有舉行緊個運動會咁樣，然後咧見到啱啱嗰陣時係唔知係13歲200米女子組咁樣啦，咁然後我見到佢哋跑緊啦，我就同我媽咪講啊，我而家即係咁耐冇運動，我都唔知同佢哋跑跑唔跑得贏佢哋，跟住我媽咪直接答咗一句唔得㗎，你太肥啦。咁所以咧，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其實咧。我瘦嗰陣時咧，都有俾人話過我似 Eden 嘅，掌聲係即係認同，跟住笑嗰啲應該係恥笑緊我。咁我肥咗之後咧，反而多咗朋友話我似陳奕迅，係咪？Either way， 想送俾你嚟緊呢首歌咧，我想識在座識呢首歌嘅朋友咧，同我一齊唱。個歌名好長，叫做《醫先生的雲吞事件》。一起都給背叛，夢想越想越悲觀，誰曾如獲自保，千金也不換。明明命不圓滿，然而若少情滿，怎麼敢談判？喂，我咁講喎，有幾樣嘢咧，你一定係勁過 Eden 嘅。我覺得你彈琴一定勁過 Eden 啊，係咪先？俾掌聲 ，Daniel， 好勁啊，係咪先？係啊，咁啊 ，Eason 一定後生嘅 Eason 啊，係嘛？咁呢樣係係啦，你都有你嘅勁嘅。唔該曬 Beyonce 同埋 Daniel， 好勁啊！頭先 Daniel 同 Beyonce， 咁我就為大家嚟個反高潮，等大家冷靜一下先。咁啊，先至聲明啊，我係4年冇唱過歌噶啦，已經。咁所以咧，一陣間如果聽到走音啊嗰啲咧，完全係大家慣以為常啦。咁所以我一陣間咧係會唱翻一啲咧大家都耳熟能詳嘅歌嘅。咁所以咧，大家聽到如果識唱咧，係絕對可以一齊唱，當呢度係 K 房，大家一齊唱 K 就得噶啦。求什麼？求到連自己都話錯，明賣杯煙。因底更多，若太多不快，龙萝卜仔都多吃一个，糖葱饼不错。这一刻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还自去，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是唯独爱，仍然是对。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算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延，但我又为何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如失败是为了长大，我怎么背着眼泪上梯？假装快乐吗？即使欺骗到世界，无奈对镜苦笑多丑怪。点解今次你呢个 show 咧？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是。
今年是2022年，2012年在香港，我們再起有六四舞台，可以紀念六四。但相信今年在香港的圍院已經不可以再有燭光，所以我希望藉著今日在這裡，大家可以 turn on 你的 flashlight， 我們一起去紀念這一段歷史。 Thank you。 黃雀飛，飛過懸崖那海裡，飛到誰人已心碎，就算必須繼續拼命進取。黃雀飛，縱有白雪紛飛，我都不會恐懼，承諾某日我終飛出去，無奈帶著太多的心碎。原來期望仍然在這裡，只要你自己有香港人的心，去到哪裡就算來到溫哥華，好像今天這樣，大家都仍然繼續是一個香港人。 Hong Kong Canadian, right? Thank you! 多謝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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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曬。他們說得很對的，我們仍然在這裡。其實我們很幸運，我們很幸運要來到加拿大呢，就更加擁護著這個加拿大民主自由呢，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將香港人廣東話文化繼續用我們的方式去承傳下去，咁就最好啦。咁亦都係將我哋香港人嘅優越，將我哋香港人叻嘅嘢喺加拿大或者海外嘅唔同嘅地方繼續發光發熱，咁就最 perfect 啦。多謝曬大家。The Big Van